是刚开始安守在一个故作气派，看另一个置身事外，昨夜翻开门神的墙外，本有一起用手机自拍，也多过几百他们说的失败，将苦苦等待破坏也不愿表态，现在这样看来是未来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时刻一摆，伴随我这一毛乱，虽然不大，目前还谈不上见过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我这样好乱，别说不大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？话题多怪他，我不想碰呀，谁爱他？可我想爱谁都不大。外面明白怎么最自在，怎么样算时代，是不是穿错了时代？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，没好开口表白。故事刚开始两手在一个故作气派，看另一个置身事外，昨夜翻开微信的墙外，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，也多后期待他们说的失败，就苦苦等待破坏也不愿表态，现在这样看来是未来古怪，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，每次时刻一摆，伴随我这样好吗？虽然不大，目前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你这样好吗？别说不大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？话题都怪他无伤风雅，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大。这样好吗？虽然不大，目前还谈不上牵挂，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，可以摆弄头发，伴随你这样好吗？别说不大，可以总是重复问话，最近好吗？话题都怪他无伤风雅，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大，谢谢。